煎的。嗯，今天是在学校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高中生涯的最后旅程。我今天，其实没有很想去学校，因为去学校就是会有些故事。对，也希望就是见大家高中，就是高中同学最后一面吧。毕竟在每个阶段，每个阶段我都会遇到不同的人。对，那我们就先换个衣服，等一下去到毕业典礼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差距呢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去看我换衣服的样子吧。哇，那就直接换装吧。去毕业典礼的装扮总不能这样吧？那直接开始喽。哎，奇怪，这换装技术也太快了吧！我居然戴上眼镜了，太酷了！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去看吧，看我毕业典礼的样子。还有走位，因为我马上会绕学校一圈，那就我们走喽。好，相信这些毕业的学长姐，好，此时的心情，心情。